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全家一起来参加今天的崇拜聚会。咦，爸爸，为什么我们今天要穿大卫服呢？因为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亲子崇拜啦，欢迎全家大小一起穿大卫服来崇拜聚会哦。下周崇拜由刘群茂牧师讲到，讲题为 Kids Power 新时代崛起，当周为家庭亲子崇拜、儿童及成人崇拜合并举行，将有儿童鼓舞、惊奇、敬拜、戏剧等团队联合演出，欢迎全家大小穿着儿童大卫服一起来同乐。提醒您 ，B1 大堂亲子座位于聚会开始后仅保留五分钟，请家长带孩子准时参加聚会。若 B1 大堂已满，请家长带孩子至一楼副堂，一般成人可至二楼副堂。当周新人欢迎会改至一楼副堂。五月份为甜蜜家庭月，崇拜信息主题为真爱快递到你家，鼓励踊跃邀约新朋友参加。如需更多 DM， 请洽 B1 崇拜服务台索取。今天你爱家了吗？柔柔，我爱你。鼓励弟兄姐妹每周至少选择一种方式向家人表达爱，完成后可在小组中分享心得哦。515全国祷告大会，时间在下午3点到6点，地点为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。全教会高度总动员，提醒弟兄姐妹自备水和雨衣，集合区块与详情请参阅周报。2016印尼 Solo 神童在研习会 A 团时间为9月12号到16号，目前已额满，需候补。 B 团时间为9月13号到17号，名额所剩有限，请弟兄姐妹把握机会，迅速报名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青年牧区2016第一届特务联盟，挑战你的感官极限。任务代号特务联盟即刻启动。让你一生难忘的革命闯关任务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青年敬拜长跑之夜，时间在5月20号晚上，鼓励所有青年踊跃参加，一起在敬拜中遇见神。青年牧区与基督教耕耘会合作，为服务外地大专生、栽培千年领袖。2016年适龄灵粮学社现正招生中，欢迎认同学社意向目标，就读期间愿意接受教会门徒训练及服事安排之弟兄申请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基督门徒建造营时间在5月21号周六，报到时间为8点20分至50分。提醒学员，营会当天务必携带报名设定之悠游卡，其他相关物品请见赴会通知。详细营前提醒及基督营结业标准，请参阅周报。装备中心圣经好好读系列课程历史书导读，时间在5月22号周日上午。带领你了解圣经书卷背景，享受全年读经乐趣，鼓励弟兄姐妹踊跃报名。详情请参阅周报。受洗班于每月1、3周开课，五月份上课时间为5月15号，课程完全免费，无需报名。提醒您，课程前需完成签到，使符合受洗资格。开启翻转生命之旅，发掘神祝福的宝藏。信仰探索班上课时间为5月15号，最好的朋友。5月22号，亲密之旅课程无需报名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All my days are secure in your promise, never standing alone. You're the truth, you're the life, you're my future. Jesus, you made a way. I'm a周建堂奉献金额64万元，累计至5月8号奉献金额为5亿4800万元。以上是本周教会消息，详情请参阅周报。